真朴实，佮真有特色的，佮是陶艺作品，是由第三路高一顶陶艺家的精心创作。每一个作品不但展现出作者的个人风格，也代代展现出第三路高一顶佚佗人生陶爱陶的心意。很高兴的邀请到我们啊竹山地区哈，也是号称我们竹山帮的哈，我们的一群就是热爱陶艺的这些老师哈，他们叫做弃陶人。那我想这些老师里面不乏都是我们陶艺界里面很多的。新兴的生力军，还有一些也都是已经常年在我们这个陶艺跟这个耕耘哈，已经有所成的这些老师。不管是花器、地古典，在生活当中会当是用的陶艺品，除了展现作者的创作卡数，另外也带出这作者希望美好的陶艺品也会当进行活化的理念，和文化局长尤秀中是相当推荐。像我们张淑仪张老师来讲哈，他还是在他的泥塑的这个陶艺里面哈，相当的把这个陶艺哈这种泥塑的这种质感啊，还有那种精神性啊，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。那其他的老师哈，也都各自在他们的一些陶艺的造型里面哈，有他们特殊的这样的一些设计跟创作。那尤其在釉药的展现里面也都把我们南投陶的这种精神性也都。把它展现出来。这个七头人陶艺连展从现在开始一直展出到2月8号为止。想要了解这七头人是安怎七头到下当美观阁是用的，民众不妨前往文化中心来亲身感受一下。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。